今天吃点红油羊棒骨，麻辣的啊。哎呀，羊拐骨，啊，浓浓的正香。太香了，直上头。轻松拿下一盘羊棒骨，明天见。朋友们，砍个羊腿。哇！
有骨髓，第一次吃，先啃一点肉。哇，我闻到这个味了，就是有点腻的味。跟吃肥肉是一样一样的。第一次吃啊。不是想象中的那么好吃。
这个吃成功了。一个字，腻。猪头肉，猪鼻子。今天咱们来吃一个手抓饭，加了一个羊小腿，然后一个羊排。它这个米饭的话都是用那个羊汤直接浸泡的，尝一下。米饭挺香，但是吃起来有点淡。把咱们调的这个料汁加一点，还有配菜都倒进去。
都直接脱骨了。一口饭，再来一口肉。它这个饭里面也是加了那个胡萝卜一起煮的。煮的特别软烂。羊排。Dan kali ini gak begitu banyak. Ini sudah matang. Kita angkat dulu ini teman-teman. Feichang. Ayya, maya, jahat.太热呀，还有点那个什么鸡冠油啊。
都是油。好吃呀，喜欢的家人们点个红心加个关注，谢谢家人们。哎呀，嗯，今天吃个大骨头啊，哎呀，太棒了。又来吃我的精品大肠了。
拿下来吃，那家价太高了。这个长皮最爱。蘸料其实就好吃，哎，胳膊一黄滑，欢迎您来咱金家老三拿下摇头。知道咱家规则吗？知道。预计几分钟拿下？四分半。四分半，行，那就把灵魂吊针给您交上了。好。开始。计时了，大哥，不用打卡。然后把它羊脑先吃了。肉旁边？那个没有。我这吃，平时不吃肉。平时不吃肉。嗯。也差不多。嗯。也差不多能成功。成功。嗯，拿着，有点翘。几分钟？三分多了，应该能成功。拿那下牙，把那牙羊脑掏出来。在手上甩一甩。
这吃还用吗？还有个鼻脆，还有十秒，把那块鼻脆吃了。你不知道这个那个鼻脆在哪了吧？拿下来吃了，放嘴里就成功。好，恭喜大哥打卡成功，用时4分59秒，也挺不错的了。平时不怎么吃肉，是不是？嗯。咱家羊肉吃的怎么样？太好吃了，好吃。感谢您的顾客介绍。